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前几天我叔叔送给我一只红马，大概有5-6斤，我们没来吃，今天我们拿过来打过这个水稻了。来，这个5-6斤的红马打过水稻，给我嘟嘟，你给我嘟嘟。三天后，看船看了2个小时，中午到了，前几天打窝了，这个水洞，海水马上涨潮了，我快点开板，看看，开板。来了，这个船来了，海水也快涨潮了，哇，好多，哇，好多啊，来，黑钓，二斤，哇，都是黑钓，哇，这只黑钓漂亮。1斤半，哇，这么大，哇，大乌头有3-4斤啊！好的，来继续，哇，黑钓了，哇，又一只1斤半的，老公开播了。哇，又是个小秃噜，哇，这2-3斤哈，来继续，这8斤了，黑钓的，哇，哇，珍珠斑，6斤半吗？哎，这里，哇，这是八爪，我在躲在洞里面，抓出来。小八爪，这么大的八爪最好吃。哇，又一只珍珠斑，你看，蓝色的，漂亮。哇，小土龟，小土哥，很久没抓过土龟了哈。这现在这一斤可能要200块钱。看这个什么东西啊，还躲着是皮皮虾，再瞧下面再瞧，又是黑钓，最近黑钓的季节啊，这么多黑钓，开工，看来今天发财你就走啊，哇，算出来这里太多了，上不出来，哇，这八爪也太大了吧，你看这边冲到这边来，哇哇，这八爪太难抓了，出来了，哇哇，躲在那洞里面，这么大，2斤吧哈，别找去，是不是在找过的啊，这里还有个小水坑，你看，我看见鱼了，哇，躲在这里红果，哇，这个1斤多的小红果啊，走，躲在这上面，这，哇，大手，珍珠斑，哇，差不多摸遍了，没有了，啊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把钱快点。海水涨潮了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他们船怎么跑了？知道我啊！跑到那边去啊！可能绳子系掉掉了，看人吧。游出去了，这么冷。完蛋了，人家鱼里去了，看人了，他说我不要鱼的，能不能？我们回来了啊，对。
哇，今天很冷。哇，你今天这边收鱼的？对。然后这条海鲫多少钱？50。50。那今天鱼过河是卖了1236啊，我这边就微信转给你。啊。嗯，过去了。嗯，过来。啊，老板，谢谢了哈。没事没事，下次有鱼还找我啊。啊，好。那我们先回去。好。阿旺回去了。阿旺，今天我们一共卖了1236。我等一下转微信转600给你啊。可以可以。然后今天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阿深赶海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里还有。哇，鲈鱼很多，泛滥。哇，19公，小动虾，这个不要，放生。哇，又一只小鲈，鲈鱼好多。哇，小正贵一只，这一两两。哇，黄雕，两两是黄雕，我收了。你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弄它出来，抓住，出来，出来，哎，不出来，运手不够，啊，断掉，自己了。八爪鱼跃，外面伸抓，八爪鱼怎么跑到里面去？哇，这是什么龙胆，1斤半，直接给我都堵在这里了。这一次啊，包工开封的，这哇，又一只小鲈，8、9两，小黄雕1斤哈。黑钓，慢点。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哇，不要跑到里面去，很大。这里啊。哇，哇，龙胆躲到石头缝里面。这还有一只。黑钓，啊，来了，开光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珍珠斑，差点给它跑了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哇，又是珍珠斑，不抓珍珠斑，这一抓就2只。哇，19公，你看，啊，又是红鱼，你看又是漂亮的翅膀，这个翅膀都漂亮，蓝色的，你看它是大鱼，来了。来了，龙胆，哇，游得很深，哇，鲈鱼，哇，2、3斤，哇，这里一只大鱼，哇，给它躲在这里面，下不去，啊，等一下，哇，操，哇。这么大，给它躲在里面去。哦，差点给它跑了。来，4斤的哈，你看，生气了，这个蹄都想刺我了哈。来，进去。来来，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鱼？红色的。哇，漂亮吧？又一只红鱼啊！
这个鱼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第一次抓过来。哇，海参，野生的海参啊！哇，这个回去等一下给老婆炖酒吃。这里，哇靠，咬我！哇，龙胆，躲在石头缝里面。来，好了，还有没有漏网之鱼？差不多了，没有，快点回去，还是涨潮了，快点。好好好，快点啊！来了，那个水，什么水钻的，快点！好好好，你看今天收获，鲈鱼两三斤了，都是两三斤了，好了，哥哥班，黑鲷，毛公，龙胆。鲈鱼，小丸条，主要这两只鲈鱼很漂亮，你看，龙胆，这头也是龙胆漂亮，四斤左右，还有龙胆，珍珠斑，黑鲷，哇，正贵，花菇，鲈鱼。来，我们小鲈鱼拿去放生了啊！你看，小鲈鱼、小黑鲷拿去滑漂，去放生。哇，野生的，老婆吃了。在水井沟放生，来。胆大叔，回来哈。好，阿旺，我们回去吧。今天刚好是阿生本人生日哈，等下我们云南两条，我们兄弟几个坐一下哈，阿旺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回去了，天黑了。这么大还是半条鱼越狱了，还想跑？你看，差点很多。来，你看，哦，下来就看见是半条鱼躲在这洞里面。你看，我操！我刚好给它吸到这里面去，出来，出来！哇，石头给它吸这么多。今天你看都是鱼，哎，先来大鲈鱼，
哇、哦，30斤的鲈鱼，看来饵料打货是不错啊。哎，黑钓，鲭鱼的截钓，包公。哎，哇，乌头，哇，哇，这里还有乌头，哇，来了，黑钓，1斤的，来入库。哇，又是黑钓啊。乌头，最近的海带快长大了，是乌头的季节啊。哇，包公，哎，哎呦，我先吃一下海鲜，很屌啊！这里还有一只双钓啊。哇，阿土哥一只，哇，今天贵了，这碗蓝色的珍珠斑，来，又一只鲈鱼，哇，1斤多。哇，珍珠斑，1斤半有哈。哇，小秃鲈，什么鱼都有，今天都是大鱼。哇，大秃鲈，俩兄弟啊。哎，包公。哇，正贵，4.08啊，这一斤可能要300-400哈，应该有个1斤嘛。哇，八爪！哇，这么大，宝螺！你看，喷水，喷水！头像，你头这个头像什么？我也不敢说。来，哦！哎，珍珠斑。小八爪还是，生哥，这边洞里有好几条鱼啊！哪里啊？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搁浅了，不知道死了没有？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哇，黑雕1斤半。阿婆都没变了，阿婆回家了。今天爆头了，哇，很重。哎呦，这边还有一条鱼啊，生哥，哪里啊？在这下面。哎，你抓，快！哎，还躲到这底下去了。哇，看来阿峰抓鱼还是很厉害呀、啊，还没戴手套。哇、哦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哎，走，回家。就看到一只。哇，生哥，看来又是一个收获满满的一天啊。对。哇，小心一点哦，今天风浪很大哦。啊，离开这个岛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生哥呢就开船，我们就返航了哈。收鱼了，老板，今天你弟弟呢？来，我们先把先记一下。哦，好。今天鲈鱼赚两只，鲈鱼一斤多少钱？鲈鱼一斤65。哇，乌头，乌头多少钱？乌头25。哇，先抓3只乌头。35。191。今天正规一斤多少钱？正规一斤400。哇，今天这个值钱了，544。黑雕呢？黑雕154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长鱼。好多。344。然后这包公跟珍珠斑呢？珍珠斑这是算40。土货40是吧？啊，好。珍珠40。
304。八爪鱼呢？150。哦，好，哦，今天八爪两只，超级漂亮，三只。阿生今天收获不错，收购了2489，算2490给你哈。啊，谢谢老板哈。然后微信还是现金？微信来刷呀。啊。算2490给你哈。好。好，过去了。那谢谢老板了，我们先回去了哈。你们先回去。今天我们渔货一共买了2489，老板多赚1块钱，给我们2490块钱哈。等一下阿峰东西先搬进去，抽水机啦、水管他先搬到店里面去。等一下我微信发1200给阿峰哈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阿森港海的加个关注、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